门都被关起，一个家门。也可以打人，太呆了。嗯，好。太呆了。Open your heart。亏。感觉今天包包有点呛。我？他不是一直，他感觉一直都这样子吗？会吗？啊、特别让人不舒服。特别让人不舒服，你好好讲。每次都特别让人不舒服。哎，你都说我很恶心，很恶心一场。八点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要飞出去了。了你要进来飞去不同的地方哎、欸，怎样？什么？不是在这个门外、欸，在另外一边呢、欸。哎呦，什么点位都会不同，我也不知道、啊。那个，我来设定一下啦，我设定一下啊。那是世界重生点吗？还是世界重生点之后，它有一个是范围，就是它这个重生点附近几格内会重生哦。所以弹出我刚刚有设世界重生点在这里，可是范围没设。他打你不是我，这个不是是他是他，你看我这么单纯，设定的零格就已经在那一格出现了。别看你这么单纯了，你不愧那么厉害啊！不愧是箱子什么？为什么？箱子是什么？瓜片。遗书，你是不是偷放的？就是，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这样越单纯的人就越可怕，越喜欢吃的啦。遗书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你拿什么？哦，你手上拿那个？是哦。我先把那个几个人都陷害我。来，今天记起来啊！记了，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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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！ID 了 ，ID 了 ，QQ。为什么你有那个？又是我们的幽灵抖猫猫时间。嗯，耶！上一次呢，有一些 bug， 不晓得为什么可以跑出去，这次不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然后呢，它也有新增一些东西。新增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我记得是双方都有。幽灵有一个新的道具，可以买木盾。木盾，盾，对。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它的说明有，所以可能是在说明之外的。OK，OK， 就有一个盾牌，可能可以抵挡一次。那猎人方有一个道具是隐秘自己，可能就是隐形。对，这是他的地图的介绍，巴哈那边写的，我们就来挑战看看哦。好，好，嗯，那我们有十个人，就两个猎人。好，好，一开始先暖身，我们先在地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因为我记得他每次都要重置嘛，避免万一。对对对对，要重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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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重色，最棒！哎，两个地狱。人那一开始就可以玩道具哦。好耶、欸、好好看哦，看看会是谁。洋洋没问题吗？洋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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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洋那就要来了，好，好，走起！是谁？哈基，哈基，快跑！哎，是这一关，对，是这关，快跑！啊，对，记，跑就对，躲起来。记得不要丢到那个球球，手上就空，手上就空，球球，史莱姆球不要丢到哦，丢到会爆炸哦，不要跟巧克力一样哦。可是我要怎么让手上是空的？没有，放个包包里，放个包包里就好了。太多人了，迪叔是间谍，迪叔是间谍。那我哪是？我跟你打招呼。他在我们旁边用道具，要躲起来是不是？啊，对。哎呦，要想办法躲起来。哎，我还想要买个东西。哎，对耶，有东西可以买哎。哦，我们瞬间就不能买了。猎人前面买哦，我想看一下布是什么。哪一个？瞬间就没有了，瞬间就没了。二零之后了，
没有，刚刚都是因为迪叔在我们那边丢鸡，我受到报应了。迪叔从对就丢了两罐了。你说没有这个报应，只是你死，等一下的报应是我们都会围着你丢，对着你丢。哦，有了，我有猛丢哎。哎啦！哎，小看别人呢、欸，那边丢超大的，你还害死繁星，坏坏坏坏，有看不顺，坏坏，团可以了，对啊，团团了，没有了，结束了，太快了吧？他那个坏了，好麻烦。杀手有用到道具吗？他有弓，他只一发，哦，就一发，哦。他那个木盾，所以你们几乎还没用什么道具就把我们灭了。对啊，我在看看不知道怎么买。嗯，一定是那个地图太小了。其实我原本想玩的是那个啦，那个洞穴哦，是洞穴迷离，可以用也可以用 BOBO 的那个地图，有没有？有岩浆嘛？对，这个就好玩了。那个，我游戏重开一下。好，我那个让声音调一下声音，声音 F 三加你。哦，然后那个刚刚我有买木盾，要记得自己主动 Q 出去才能用。对，木盾要 Q 出去，它不是被动技能。哦，它是可以干嘛 ？Q 挡一次不是吗？应该是挡一下吧，应该是挡一下，但是你要自己主动丢啦。要先丢才会挡一下。哦，主动的免死技，它不是被动技。呜呜呜，刚刚都不知道。我没有，我刚刚比斯没有。迪叔为什么都不知道？迪叔不小心害死人。迪叔，你这样很 BOB 哦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他已经越来越 BOB 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跟你不一样。我想跟你一样，他不想跟你一样。哇，他不想跟你一样。来了，第二场，洋洋没问题了吗？可以，那就 make go， 好吧。哎，我们两个耶，看哪天买什么啊？他怎么不会告诉你有多少钱啊？是经验值吗？对啊，经验值，经验值吧。你哪里可以走？可恶，竟然不能站这里了。啊，都不知道的可以买多少？哎，要多少等级？哎，对，那个手上还拿一罐的。我还在。哎，我把村民打死了！你把村民打死了！我的天啊！音乐，你知道我刚刚是乱挥的啦。这烧多久啊？哎呀，这边好像有个人。开眼啊！哎，开眼！对啊，开眼。这里刚刚没有人。墙上有告示牌，不要乱按，这是强制结束游戏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太凶了吧！我看到告示牌了。哎，不要按啊！不要按啊！恐怖死了！恐怖死了！有一个例子下播，哦，我们一起开了，哎，开眼了，被夹了，被夹了！等下反也叫这，也叫这也太惨了，等一下，恐怖死了！好像有人在这里哦，哎，没了，走掉了，恐怖死了，哎，这么快就走了。你恐怖死了！小雨这句话就可以用在这边了，太棒了！真的 ，B U B U 居然还活着！我跟你讲 ，O P 点位 ，O P 点位 ，O P 点位，哪这里有 O P 点位哦 ？O P 点位，我来看看，我来看看。吼！他怎么有一个感觉要塞出世界外的地方 ？Kill 啊 ！Kill 哦，有啊，有一个，有印象有个地方，好像有个地方是可以把猎人打出世界外，对，好轻松，出局就没了。哇 ，Bobo， 你这真的很棒哎！你知道你真的是亮吧？这位置耶，赞哦，赞哦！你完蛋了，完了，被发现了！我刚刚有去过那里，他不知道我这边怎么高，那你怎么过去啊？啊，迪叔，我就说我刚刚有游过啦，迪叔。我跟你讲，我在地图外了，我在地图外了，真的。哦，喵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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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！那我们也准备飞到地图外了。好，可以。我不死了，我不死了，吐了，来晃晃晃悠晃悠，哎，我不死了，那你怎么去呀？蜘蛛网没有，你怎么有一个人？这上面可以过去，怎么去的啊？可不死了，你在哪里？不见了，他在世界的尽头，哎，我要怎么上去啊？可恶，刚刚这里有一个人躲着，不见了，嗯，我再用一次，哎，不行，我们不能两个在这里。是我，那你在这里看，我出去，我去别边。啊，蜘蛛网没弄掉，还在，滚蛋！哎呀，我一直在。
站在里面了、欸，恐怖鬼！超好笑，巧克力瓶后面。对啊，我还绕了一圈还没打到你，太猛了！哦呦，地方怎么去啊？讨厌呢。哎，他们是跑去哪里了？好猛、哦！有一个很神秘的地方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就是那里我再开一次哦，很神秘啊！为什么一个在下，一个在很上面呢？对，那个很上面我不会去，去不了。很神秘，视觉死角，视觉死角，真的是个死角，真的。哎，这里可以进来哦。他真的是在。哎，你怎么剩我？这里可以进来哦。哎呦，我跟你讲 ，OP 点会 OP 点会玩的，这边等一下我不会来的，再见。那个怎么去的？知道了。哦，团团你这好猛哦！那里是怎么过去的？好可怕！那里有猫口。对，你为什么可以上去啊？好强哦！我在世界外了，在世界外，真的。他感觉真的在世界外。对啊，你怎么可以到世界外？他那里有猫口，那里有猫口。是啦，可是我找不到啊。有猫口，有猫口。真的可以看得到。你有开眼了吗？我用一下。巧克力找猫口。你有没有看到猫口？猫口。等下，他真的是在外面的。猫口，猫口，有没有看到猫口？我没有看到啊！啊！哦哦，这里可以过来哦！哎呀哎呀哎呀！世界外啊，世界外！哦，重点是幽灵的人都觉得 BOB 活着不应该。有这洞，这洞窟闹鬼啊！寻找 MOCO 是什么？神怪川啊！太难了，太难了。那个位置很，这叫做做人不能太得意。会得意哦。我的世界外，我的世界外。引发众怒。哎，我太难了。哦，那接下来灵异列车站。哎呦，这就是上一次可以跑出去了哦。作者赶快紧急加工，应该没办法逃出去了。而且他说这个地图其实有很多的彩蛋，但我们都没有看到。我们就是最强的彩蛋，直接跳出去了。他准备好吗？冷静啊，西瓜大神。全部在射头哎，全部射头，好神奇哦。是谁？繁星！哎呀，繁星！繁星！哎，我看到哈基耶，有你的头颅。哎哦，是嘿，掉掉，谁丢了药水在地上啊？那还是 BOBO 吧？不是我，怎么又是我？哎屁啦，这是什么鬼陷阱？发光五秒，中陷阱呢！哇，烂东西！有陷阱，有陷阱，有陷阱啊！还特地登录跟你讲哦，太夸张了！哎，我忘记我上去那个地方怎么去的。我已经找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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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到了。我已经毫无头绪，这是哪里啊？这里没有路。哦不，这只能出来而已。我已经到达那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哎、欸，世界美妙的地方，好可怕！我也觉得好可怖，恐怖哦，很恐怖哦，恐怖死了，恐怖死了！没有，我都没有讲。好、哦，敌手躲在女厕。好，他躲在女厕，他躲在女厕，恐怖死了，打不到，他躲在女厕。音乐帮我发光，音乐帮我发光，发光。他还有那个德比盖区，他今天要不要过去看看啊？我不太想看，不想看。在一楼大厅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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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几等才能用啊？哦，护盾吗？啊，十五等，十五等，十五等。哦吼，哟，哦，四等攻大街，大家不敢在同一个地方待太久。谢谢你帮我开，我走了。有人在，有人在西瓜区，有人在西瓜区。啊，好多眼，谁是谁？好多眼，好多眼，你是我的眼，你是我的眼。
他总是过不去啊，为什么打不到、啊、这里还不错，这里还不错、欸欸、有人在乱丢东西，有人在下面啦，坏坏，这可以过去吗？那也太大了，可以、欸、啊、欸、不是啊，自己就死掉、欸、所以有人再去看看那个可以出去的地方吗？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不要啊，你不知道在哪啊？吸起来我看到木盾按 Q 使用，对，可是他也没有告诉你他的效果是干嘛、啊、使用无敌无敌你又知道哦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、啊、因为我这边有人跟我说哦，所以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反正我们就不会看聊天室、啊、有有好坏、喔、我们怕看聊天室被剧透知道谁是果粮、啊、我们才不看啊，对啊我做的是不是很失败、啊、你不要现在才发现啊在楼上欸，在楼上丢啊，怎么啊，这个啦，哦，那交给你了，好，怎么会飞啊，你会飞，谁在飞幽灵使用了木盾，哦，他会有血捏哦哦，每次都走上去了，我来等一下你去哪里了？药水去哪里啊？啊，好帅啊！我觉得全部药水都有的那个，哎，会飞、欸，就有看你的神奇。他刚刚飞，我飞上来了。啊！哎、欸，呜！哦，一呜 ，A O， 啊，一呜 A O， 对不起，不要过来，我错了。啊、我看你也是做人失败一点。哇，超像超像！啊，我木盾没用到。哎呀，尴尬！看到云渊一个暴冲往前，直接打。好可怕！有蜜蜂在蜜蜂区哦。没有啦。白星陀这么的火大，我怎么没有？我知道在上面，可是。感觉有人发光，有人可以存那个，还偷偷游进来、啊、定位，然后等到靠近之后再一个，那就很难跑。嗯，哦，那个按钮啊，按钮，就是那个按钮。哦，为什么他竟可以一直飞？哦，他们买的，这个东西做坏了啦，你就一直喝是不是？这个饮料一定有，就绝对会有出问题。这个饮料出問題，你为什么哪里买饮料？我要喝。贩卖机哦，贩卖机，他可以一直买耶，他不用花钱哦，对，他不用买，再买，我只是想喝饮料，你们喝饮料喝到死掉了，繁星繁星，说不定你也可以买饮料，哎，对啊，你可以去饮料店，你要试试看，饮料店也可以买，有没有？有哎，有肥，有肥一直还在说饮料很猛的，是吗？还是可以喝啊，只是会发光。会发光，对啊，发光还可以漂浮，那我就跑去死地图死角就好了。哦，对耶，好强哎！可是猎人猎人也会喝啊，猎人也可以喝。哦，就变成你们就要一起干杯啊！可以一起干杯，有在批发哦。买了一堆鸡尾酒喽，买多一点嘛，开眼喽，开眼喽。哎，有人下来喽。结果两个都哎，应该在哦，这效果也太多了吧？嗯，我觉得你们要存两三个开眼，这样一次爆发，一次给来一波大的。还有人是不是有人渴了？存货有人渴了，还想喝饮料啊？想喝哦，想喝啊，不好。不好找、欸，大批发商，这地图真的有点大啊。对对，可是就是要多利用那个发光，因为毕竟它时间也蛮久，十分钟，对吧、啊？真的是太省了。再一次一次看看啊，好，你都不知道哪里可以卖饮料了，好，先买一瓶，买起来哦。哦，李叔找我们去买饮料，多买几罐，多买几罐，马上买起来。你说我们要用发光就轮流说啊，好、嗯哦嗯，避免一起用。我看到有人是不是想去买饮料了？哦，这么快就买干嘛、
现在还在、欸，现在还在、哦，还干嘛呀？还有人，还有人，还有人，还没喝到，想喝。想喝啊！刚有人带我来买饮料，素水呀、啊。那个是那个啦。哦哦，这个效果好夸张！哎、欸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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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里。可是他喝了，其实失明也不舒服呢。对啊，对啊。等下等下等下！哇，你是我先哦。我看到第一个彩蛋了。哦，什么彩蛋？欸、红色斧头杀手。哦，有些事情可以不用这样讲出来。你看车，你看车长，你去看，你去看，我知道你在进去。可恶！我想进去跟他蹭蹭。那个，知道怎么破坏，知道怎么破坏，街上都玩破坏了。气死！白痴哦！白痴五秒。迪叔用药说一下。我要开眼喽。开。迪叔，我说不行。哎哎呀，他往上走，他往上走，拦截他！哇，这个是这打架，我活过了，我活过了，我活过了！哎，这个我活过了！饮料，饮料，饮料！那是喝饮料游戏，饮月这里很，哈哈哈哈哈！你为什么不打不到？这饮料要拔掉啦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我在尿鬼，你们加油！没有用。迪叔，你有发光吗？你要不要再用一次？有。哎呀！跑去拎烟啦！哎呀！哎呀！我买一堆。哎呀！哇塞！哎呀！这总中了吧？屁嘞！哇！完了，我打不了他了。我对人生打我干嘛了？那个同学是不是要下来了？上面那个同学，上面的同学，哪个同学？哪一个？上面的同学，我要去买饮料喽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去买饮料。那你有发光吗？有。那你要再用一次发光。好。有人丢东西往下丢，那你太过分了吧？你看上面的同学，上面的同学很嚣张。同学太过分了。同谁啊？你这样同学啊，先缓一下啦。同谁？同学跳走了，同学跳走了。有看到？同学离开了。同学慢走哦。同学包围网。缓一下啦，这里是死路吗？啊！同学失去了。还敢丢弃人家是学长，你敢打学长？还要丢奇怪的东西在我们身上？开眼！哎，缓速了，都在上面了耶。还有两个在下面。可是有两个在上面，我们要先把上面抓一抓。你要饮料，我给你。好啊。你们是买？我帮你买了。你们买了几瓶啊？我买。我包很多嘛。哎，你同学很嚣张。我打鬼啊！教我一下。那我先。后面。有人换人。我教官。你还有吗？我还有。还想再吸光？还想再吸光？啊！对。这个按下去会到那个。哎，刚刚吸光区我看到有发光。这个不要吧。对，上面。吸光区怎么会上去？这种是哦，还是国王可以？这里哦。对，太厉害了吧？要怎么飞、啊？二零，有个木盾呢、哦。二零，你加油啊！二零，哎呦！哇，呱呱通蜜蜂啊，这么厉害的地方。开眼。哎，你这边什么？哦，通下来。啊，现在有点卡，这有点频道。下面的同学，你们还在那吗？我们不在了，我们走了，走了。现在是下面吗？现在是下课时间。都在下面的角落。我们瑟瑟发抖，不要过来啦！恐怖死了，恐怖死了。他们待的位置，我觉得不是很舒服。哈，没有了。这里有刚刚，这里没有，不是在那里吗？哎，哪里？嗯，发光是不见了，看那边在上面，哪里？为什么？应该是这里吧？这里可以过去吗？哦，那有可能是那个女厕，他们游到外面去。
我去找，很坏坏欸，一直在女厕。啊？来了。记得之前厕所可以那个啊，游到很外面。嗯。哎呦，好可怕哟！完蛋了啦，我觉得完蛋了。没事，我们有那个彪彪那样的语气就让人生气，一定要找到他们。九九五，那请问可以打波波就好了吗？不要打我。团里我们要连共同一条线，把波波丢给出去就好了。不行了啦，让让让。女厕下面的洞哪里啊？女厕下面的洞，听起来怪怪的。我也觉得听起来怪怪的。怎么下去啊？哦。你后面一点点，有要溺死了。对，有要溺死了。有人不会游泳。哎呦哎呦，还在呛哦，呛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有啊，我跑到路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迪叔你快溺死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对，我会死吗？我会死吗？会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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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鬼啊？你最厉害了。可是他溺耶，他被水呛到了。谁在这里啊？哦，溺水了，溺水了！哎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上去哦，上头去了。嗯，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！陷阱，你有滴住影居在那里，你有发光吗？我有光，我有光出来了。你是电，你是光。你是唯一的升华，哇！这真的要存一堆发光才有机会抓到。我有光，你好会躲，我们是 superstar。打他了，打波波了！好，打爆他，打爆他，打爆他！打波波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还在这里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自己。你自己大步绕我旁边的啊！因为你是电，你是广啊！你是广，你是广，你是广，对不起啦！迪叔，迪叔，来来来，你，迪叔，迪叔，他在这个上面。我现在没有光，已经少了一个 S 了，我们剩 E 了，我们剩 E 了。哇，你先笑什么呢？我们剩 E。迪叔，迪叔，你听我说，你在这里，你来我这，哎，来跳下来，他跳下来，他用木盾。哪里？我看到了，还上去，还上去，来，他去找斧头杀手。哎，等等等，他上来，他找斧头杀手了，好忙啊！很多人啊，等等等等，好快又出来了，快点救我一下，迪叔右边，迪叔右边后面绕过你了，来，上去，哎呀！哎呦，撑很久了！你的木盾也太多了，一二三四四个木盾。我刚刚把我在那边躲那个啊，在囤啊，就把金明克光了，光光。这个走你做的两个坏话，但至少那边有封路了，出不去了。对，封起来了，封起来了。可是还是很 OP， 就是再顺回来就好。对啊，其实就是两点，其实你可以一直跑，然后顺回来，然后再走回去。两点直线距离最近啊。嗯，那这个猎人就一定要有发光了，没有发光就一定抓不到了。太难，有发光都这个样子了。哇呀！团团，我们这个已经玩尽了，换一张，换一张。哎，换我们的女团已经哎哦，你说团团是女的吗？刚刚讲话他都没在听，有没有？他都只 care 我布局。女团团，他说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听你在这有点呛哎，你是在装可爱吗？你是不是喝了些什么？没有喝，你刚刚在喝饮料吗？我喝饮料。这个歌，你刚刚有听过完整的故事吗？没有，来，我想听。你等一下没有，你等一下必须要留下来，有一堆故事跟你讲，可以跟你聊聊，大概可以讲个一个小时哦。这么久吗？超多，好可怕。这应该不止讲一个小时，我们说中间那个以后就可以拍一集节目 ，BOBO 蠢事一箩筐，直接拍成一部影片这样子，没有纪录片，纪录片，记得当时啊，哦，来。再来是我们的猎杀派对，哦，那款啊，听起来不妙。哎呀，哎呀，没有，那个不玩，那个虽然有更新，
但我还是觉得不太好。啊，那个更新呢是就是帮派模式有更新啦、啊、就是如果你只剩最后一个人的话，你会有力量加成，武器也会变强，速度也变快。哦、但是当你的队伍有两个人的时候，啊，就没那个效果了，两个被排挤。那就意思一样啊，排挤两个人，排挤两个人啊，只在抓一个人，然后就没了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重点呢，今天的这个呢有新的杀手模式。咦、欸、杀手模式来了，我来看了。在哪里？怎么在上面？他不是切创造会有书吗？还是我看了点墙壁上那个吧。啊耶，要先点然后就会关。这边墙壁上可以看现在有新的杀手模式。哦，看到了这一个呢，输游戏规则这里来可以看看。游戏开始后，它其实有点像是 Happy Soul 的那种谁是杀手，就是会有人是成为杀手，有人成为警察。杀手的目标就是把大家杀光，那警察当然就是想办法有武器可以来杀杀手，其他人就是要努力的跑。对，啊，这边有看到，警察自己会有枪跟三发子弹，其他的人呢就可以利用。有没有你有 key 可以去找箱子，箱子就会有枪跟子弹。哦，对，好，你也可以找到然后给队友，因为你有可能就有枪然后对方有子弹就可以互相帮忙。那还有一个关键，如果呢你好人杀错人的话，你还会有缓速跟失明的效果。对，但是代表什么事情，你不会死。对耶，所以你还是可以把 BOBO 杀了，然后就是忍。原来你是好人啊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杀错了，这样子。对啊，你是坏人啊，你吓到我了。你是说低俗吗？对。我们就来踹看哦，他好像杀手跟警察好像就是预设都只有一个，没有更多。我们就直接 play 看看。好的。好。雪弟。杀手人300秒看看。好，最后50秒会发光哦。好，好，没问题，我在这上面。哎，那就让我们走起，杀手！我现在还不知道是那个哦，而且我看到有人身上有剑齿啊。白痴哦！他有问题，他快了，他身上都已经有剑齿了。刚刚在注射，他刚刚被射到了。二零，你要负责。我也是有一个人啊，我警察，我谁谁谁？哎，忘记拿这个，你不知道谁是谁？哎，我是平民，不知道。对，哇，骗哦，妖气，真的是完了完了，谁是杀手的感觉？哎，不要动！我跟200在旁边呢，我死就200。我死巧克力哦，空拳可以打死人。好，空拳可以打死人。你说，拿武器，你说武器。好了，我们收拾好了。哎，来，不止啊，杀手不止一个字，好像是哦。还有，杀手不止一个。还是迪叔直接送到波波旁边了，太强了吧！哎呦，你有飞刀？有可能，他道具不晓得什么。洋洋应该是好。你看我钥匙，我是乖宝宝。我看到你杀个，看错了，我刚被附身。那你有看吗？我没有，哇，你不要讲出来。一个杀手啊，谁杀的？就一个，哦，是要演，没有你。其实够厉害，也可以直接杀光，全杀光也可以啊。对啊，你要全杀光也行。直接冲出来说：“哇，是杀手！”其实刚刚是谁把迪叔杀了？我杀了。还有一个小 bug， 我是警察。啊，警察那个武器射到无辜的民众呢，只会缓速失明三秒，可以没事继续射。那就是每个都射一发，可是只有三发子弹。好，对了，对，你就是只验三个，所以你可以验明三个人。三个。啊，对你被影射的不会死哦，死啦。哦，会死！哦，是波波他是被射，因为我看到波波看到团的时候，直接冲过去都狂挥拳，哎，但是一直没挥到团。有时候我就想说，没有你射的好，他是射的好。我想跟团长打招呼，这个还 OK 啦，因为谁是杀手也是会死，只是双方都死。那你侦探也是可以有一个玩法，就是一直轮流那个当侦探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再来踹踹哦。好。
这游戏好难。我们可以换一个地图。好哦，购物中心资源收银，好大一张图，好大耶！啊，地图超大。哎呦，还要有人默默的掏这里哦，掏了人家就走。我要去小拼哥。你说你刚刚杀手有什么道具吗？就一个杀人的剑，然后还有钥匙。哦，杀手的钥匙，说不定也可以看到一些有的没的。我是乖，以为你拿钓竿呢。哎，嘿，这边哪里有箱子啊？杀手一看有，又又怪怪的，我觉得又怪怪的。又我了，又我了，嘿。你看他刚很急的，然后找那个箱子，然后现在又在那边反呛。他在我前面，我手就是他。我的箱子啦。二零的箱子可以给我看一下吗？二零，好，你看。啊，就啪没了，你拍过了。他会有啊，会摔伤，会摔伤，丢丢摔伤啊！你们的鞋怎么是这样啊？哎呦，二零切好了吗？我是好的。阿宝，你也是。我的遗言太快了，感谢克，我大喊出了我的遗言，感谢克洛伊超级留言，直接看透了你 ，OK， 哦，彪彪你还是回家再练个五年吧，直接被看到。对，小雨你怎么一直跑，我都打不到你。你又想打我？我知道啦，未来城市这个走过路过还会发光，千万别错哦。那个杀生武器可以选呢，可以样式啊，阻止啊，就阻止。可是我刚刚好像没改，有啊，我刚刚有，我刚是阻止。哦是哦是哦是哦，是自己选是不是？自己选没有没有，我们自己选。大家的大家的胡萝卜。好，换胡萝卜，小心满心哦，小心满心，他会拿胡萝卜揍你哦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不要来，不要来！我看到发亮了哦。这个箱子，你刚看到萝卜有多大？大魔大。大魔大是怎样？那个那个图片呢？一叔，那放开那个箱子。哎，我都还没有看到箱子有东西过，哎，我好难过。太水，我每次看到看到一个的，我们这张地图就是对你不友善。对，泱泱，泱泱啊，泱泱吗？我觉得悠悠有可能说谎啊。迪叔，小他在我面前，你有听过假庆忌？假庆忌，你干嘛？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快跑！泱泱来了。泱泱别啦，吃子弹。我觉得 biu biu 还是可以先射杀，以防万一。哎，泱泱来了啦！哎，前二零你是好人的侦探啊？二零是侦探吗？我捡到枪。你捡到枪？捡到枪？很凶，很派哦。今天很呛，很派哦。哥哥很呛哦，已经死了三个人了。哥哥很呛，有可能侦探挂了。救命啊！啊！大家洋洋来啦！洋洋找你啦！哦，我头好痛哦！杀手会跑比较快。对呀、啊。二零，我刚刚不小心杀死 Bobo。因为你是猪肉。那个就是不小心，我站在你面前十秒钟的。人闭嘴，不要不要！你快点！不要来跑兵哦！扭过，还没死，还没。扣血，扣血而已，扣血而已。二零，你是不是不够力？我扣你，快点，二零！我没有子弹，你跑一圈快点。完了，你的枪好帅，你要冲啊，杀了他们！箱子重射。对对对，一枪！就是超级冲，你跑的比较快的。洋洋，你后面。洋洋，你后面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还想吃红萝卜，还想吃红萝卜。我有棒棒哦，我有棒棒哦。你不怕？你胡说哎，它只是个兔子而已。来，有萝卜。哎，鸡腿棒好烂哦！鸡腿棒真的。拿进来。哎呀！二零一零。不怕，不要怕，你刚躲过一个。二零一零。我不可以让他们会走。那个很丑的屋子，很丑的屋子，很丑的屋子。那个砖头，砖头。这里有子弹。等下他在哎。不要！快点！
差一点，差一点点啊！好可怕！最后还递交子弹，你第一发没有痛，很痛哎，第二发才痛。伤害什么地方没死？还是你是有那个、啊？我靠！还有两种子弹，我一半。哦，两种。第一种是黑色，黑色是比较痛的，捡到的哦。哦，这还有两种。对。啊，你刚刚怎么射 biu biu？ 没有那个弩哦，拉那个上上子弹的时候哦，来擦枪走火，真的擦枪哦，真的很容易，对，这真的没办法。遇到这种事情就没办法，要小心，要小心。哎呦，真是棒，真的好冤呐。来，我们可以来玩一个攻守模式，因为这很适合人多。攻守，我们有十个人，可以分五队，两个人一队。嗯，他会这样子，他是轮流有人有一个队伍当杀手，那、嗯啊、其他人就要跑。哦，那箱子会有一些道具可以去保护你，比方说隐形啊、加速啊、回血。哦，嗯、就是轮流当杀手。OK，、嗯、好。这个感觉会很嗨哦，看看他可以，他自选呢，还是有分五队，随机分队，有了，哦，怎么了，小雨？哇，小雨在白，哦，哎，不是，我刚玩三局两局，第一个死，然后还有一局是 biu biu 要追我，然后没有把我打死的。那我们来四色商场来对决，好，每回合就三十秒，两轮之后会死的哦。好，好可怕，那就来走起。我刚刚想跟小雨一起做任务的说，结果小雨就被刀了。对啊，我超惨。队友也不一定要在一起，因为分散有没有都可以分散抓的，分散也不错。我、哦、准备三十秒咯，瞧你自保、哦，我们再举个举队举队举队，繁星二零，对，他们在哪？他们在哪？有看到没说？哎，繁星，我开个东西，在哪里？他在哪？他们是攻击者，他们在中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、欸，我上你东西，你不要打我，哎，你先不要打我。那你还跑？那你还跑？那你还跑？橘色的，没有，我看见这个没有丢给他们了。后面有繁星，后面有繁星，快跑啊，巧克力！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哇，那个时间要到了，时间要到了，该打躲了，该躲了，差一点，我一秒丢在这里，丢在这里，等下他有可能换他们，那血满的哎，跑啊，你就不要跑啊，黄队，来啊，不要跑啊，你来啊，好，没有，我们现在和平，身上东西也会清空哎，哇，那怎么玩啊？那要赶快用才行，对呀，赶该每一回合能用就用。对不起啦，来了，绿屋的小心。对不起啦，蓝屋，蓝屋，绿屋，蓝屋，二零，你不要这样嘛。黄屋有哈气，黄屋有哈气。没有。能，我就好了。算了，没了。哇，看不到啊！你要 biu biu 在你附近，刚 biu biu 在你附近。是，我觉得等一下不是我，等一下不是我，好可怕哦。红队，哦，就是你啦。是你的，好黑哦，好黑哦，好黑哦，然后平常对 biu biu 最好啦。哇塞，痛死啦！小雨，这音乐前面有音乐，前面有音乐，音乐开。我在后面，我在后面。迪叔，迪叔，迪叔，没有。迪叔去打迪叔，去打迪叔吗？迪叔不要打迪叔，不要打，迪叔不要打迪叔，没有追你，没有转，我跟你讲，小雨你刚追我，是不是小雨？没有啦，对不起。小雨你刚追我，袁妮莉，我抓痒，我看你背好像痒痒的。袁妮莉，好，我们是非常的一个迪叔。刚刚谁想杀我的？对啊，那个波波嘛，哎，这个反击嘴，好，你没看到啦，你没看到啦。你说我对你这么好，开心，别让干扰了。别说我对你这么好，不要会跑。对对呀，好会跑，翻过我的屁股。小雨，你放心，你帮我把他打回来。为什么你这么？我帮你偷打他，我帮你偷打他，我帮你打两下了。
下一回是不是该开始了？灯笼，灯笼，该绿色了嘛？抢姑，换绿色了，哦哦，该绿色了嘛？绿色了，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人呢？人呢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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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雨迪叔，你们在哪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在哪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哎，怎么了？你对我最好的，你在那边，对你最好了，对你最好了，是啊，绝对不让你被洋洋打砍死，有没有？恐怖死了，没事，迪叔没事，自己人自己人，一下又变自己的，自己人呐。谁呀？会是谁啊？你最好啦！哎呦，哎呦，二零一个人啊，好可怜哦。刚刚在红色那边，谁偷打我？刚刚在红色那里，真打自己哦。最后，偷打我。对，也可以趁这样用拳头把人家揍死。好啊！我要没人接受，会回血一点点。哎，怎么没有人啊？蓝色二楼，蓝色二楼，他在蓝色二楼。好可怕！没了啦，时间不够了。我有发光技能呢，懒惰。哎呦，等下是不是绕一圈呢？一样的顺序吗？不知道。一样的第二轮，黄队啊，黄队。怎么怎么怎么叫成这样？你为什么叫？旁边有垃圾啦。哦，原来难怪你会叫成这样啊！我看到前面拿一把刀。吓死是我啊！恐怖死了！恐怖死了！怕不怕？不怕吧？不用怕了，不用怕了，早就已经死了。工伤。哎，时间到，时间到了，对对对对，快了，是三十秒，真的感觉微快，有点快。红队。红队。小雨，小雨剩一个，剩小雨。好可怕，可怜死了，啊，输了，可怜死了，你输不行，你怎么来这里呀？哇，他输了，你输，加油啦！那迪叔剩你一个人了，功成身退了，对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打一个，差不多了，打不过去，再来，再来，是迪叔当杀手，迪叔的回合，没有，没有，谁是迪叔？秋叔，秋叔，嗨，秋叔，秋叔，秋，秋叔找不到人，秋叔，秋叔，秋叔，你没看到？在那个红色啦，红色很多人。哇，这个他回了，他冷笑，他冷笑，他不信，他在二楼，他在二楼，他不信，他不信，看到一楼了。好可怕！不要，别跑！你没加速吗？他就只看到你。你加速可以用，加速可以用。我加速，一起过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气鬼啊！你有加速见识啊？对不起，没有，还不是我，我记得还不是我。那是巧克力啦。是吗？对，绿队啊，绿队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哎，是哎，哎，是我们结束人呢？是哎，完了，不见了。完了！你走开呀！完了！你等一下！完了！谁叫你不愿意让我跟你在一起？坏人！我刚刚看到哈基就从上一轮就一直跟着他，变态！变态！到了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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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，我们一个人的组成一堆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先找那个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组成一个。完了，快跑！快跑！我错了。快跑！你们先，来来来，他想偷砍你，他想偷他偷砍你。小心橘色也要来喽！小心砍你！哎呦哎呦哎呦！这个先。这个先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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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要被羞辱了，再加油啊！你在哪里？好，我会加油了。二零零三，这里的位置看不到哎，奇怪哦。等一下，多打几下，多打几下。你看着他会回血，加油！
砍死我回去，砍死我！巧克力打开飞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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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很有很有！第一枪被躲过就完了！哇塞！哇哇！竟然被他逆袭了！二零好游戏，好游戏啊！真的，在那边躲得有够远的，不是说太差了。我先走了，终于走了，好开心啊！可惜，然后应该多等我一下啊。哎，可惜差一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哇，这好刺激哦！好好玩，走喽，先走了，先走。那当然，我们还是作者都更改了，我们还是玩玩看那个帮派模式。霸人霸凌两个人，霸凌有霸凌哦，那霸凌两个人。对，就是阴阳这个要小心。打不赢就加入，打不赢打不赢就加入吧。一v 一首领好不好？一v 一首领，好，先来一个一v 一首领，看看看看谁会成为帮主。好，随机分配队伍。路人。那东岸广场哦。好。你要怎么按广告？我按我按下去。我也是打到打。哎，都讲完。你只要能够躲到最后也是获胜哦。很想按，很想按一下，按一下，按一下，按。很好玩，可以继续玩。也可以躲到最后哦，躲到最后也是独赢哦。哎，没箱子，你们两个加入啦！啊，加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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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。哎、欸，二零怎么跑酷掉下来了？欸啊、箱子不能开、欸，没有没有钥匙啊，没有钥匙啊。蛮心，我们去找他们好不好？你没有 key 是不是？我有 key， 对不起，不要啦，我要加入，你加入就 key 了，我要加入巧克力。备份钥匙给你。哎，音乐在这边，音乐在这边。我要加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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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加入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我们要有尊严。没有尊严，他进来吧。加入，加入，加入，谁都不加，谁都不加，对，谁都不加，谁都不加。救命剑，胜利剑，救命剑就是一刀一刀。哦，我刚刚还砍那么辛苦。二零在哪里啊？什么？我已经说好了，我不碰这种东西。哦，我有领导不归路，不归路是不是？这是不归路，所以他都说我们是不归路。黎叔在一楼，黎叔在一楼，外围外围，没有啦，一楼外围，怎么又是你？对啊，是你，他自己转移了。对，我在转着你，我在转着你，我在转着你，你看到我。我们蹲在这里等，你们那个姿势不 OK 哎，你去跑酷，你阴阳又来了，阴阳又来了，跑酷进来，我告诉你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打我，打我，打我，阴阳你怎么可以打我的人？与世隔绝，是有无敌哦，有有有，阴阳干嘛？奥林，你出去带他一下，不行，他知道你的位置，他很危险，哪里哪里，迪叔迪叔迪叔，这里这里。这边这边这边，等一下我加入了，他就把我们带进去了。黎叔他们在二楼吧？不是，然后我们这样子，我们先去找另外三个，先去找另外三个，帮我跑去哪了？我看到黎叔了，黎叔，这里这里可以点头，在左边左边这个，没救，都打我，我看到了。我们黎叔在跑步哦。好乱！你们两个还是你 ？B O B O， 打波波，打波波，波在哪？波在哪？有有有有！那个这边这边这边角落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我很认真，看到看到。哦，这里有一个角落，在那个角落，在那个角落。波波波波波在上面，波在上面。他加油加油！他在偷跑！你砍波波，你让你砍波波，让他砍波波，快点！他在走路，还在重分点。哎，你有没有加速啊，洋洋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你什么 buff 都没有啊？我有力量，你有力量，力量而已。对，我没有力量，我有加速。我跟你讲，波波在哪里，好不好？你要追到他哦！快！你不知道？完了！他穿跨点位，就糖糖，直接建立一个砍下去，
啊，我已经红腿了，完了完了，输了，太惨了。二六零，你输，说好的不随波逐流呢？怎么了吗？你现在怪人家了？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身不由己。我们来看看，如果是两队混战，两队他的 buff 会不会好一点？哦，好好啊，最后一场了。好，好，黄昏的未来城市。没有谁积分队，哎，有了，加入红队，加入红队，我也是，好可怕哦！红队在哪？红队在哪？红队，蓝队有不能打的人啊！红队，红队，红队集合，红队集合！不要听他的话，不要听他的话，红队集合，红队集合，砍别人就对了，砍别人就对了，哎，自己没抢，红队集合，杨洋洋打我。我好，进过进过，来来来，快打我，快打我，快打我！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赶快躲起来，躲起来！有鬼，有鬼，有鬼！有鬼，有鬼，快跑！哦，有鬼来了，有鬼来了！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救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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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哈！救迪斯！救迪斯！快救迪斯！快救迪斯！救迪斯！快快快！快快快！你怎么了？好可怕！你要赶快为你的队伍谋福利啊！啊！不要再打我！还有警报，还有警报！来，准备救小雨，准备救小雨，救小雨！小雨，小雨！准备救小雨，准备救小雨！我没有人剑，我有没有人剑啊！来，你找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小雨在哪里？小雨在救我呢！走那么硬啊！你走那么硬啊！这个新改版的这帮派模式你觉得如何呢？我觉得一样被霸凌，可是我觉得现在杀人比较快了，可是你们杀人也好快。我们完全没有头绪啊。
小雨终究还是被 BOBO 给带走了，我逃不掉。小雨你最棒了。我试图逃离你了。很难过。下一张，下一张。这个真的太垃圾了。好好笑。彪彪人缘真好、哦，真的好哇！刚整队只有我一个人，真的太棒了，嗯，太表示了。没有啊，你曾经有过很多队友，你曾经有开始交朋友哎，真的。啊，对啊，当他们最后就不见了哦，我很难过，就是一个他们没有不见，他们永存于你的心中。啊没有我就是肤浅。好啊，你心中都没有我们，哎，算了。干嘛干嘛？电车难题是不是？电车难题是不是？哈，有电车难题，电车难题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在那啊？你说那个吗？听不懂。电车难题没有，就是那个、啊、电车要选一边，选一边中的那个，左一边是老人，一边是小孩啊？对对对对对，完了，我不知道。没有啦，就等到我们那时候玩的桌游那个，玩的那个桌游、哦、啊，对对对对，你还记得有一边是吉娃娃，一边是香菜，哦，那个词，我都不要，我都不要，没问题，感染，本机是不是还没来？啊，没有呼喊他，谁还没进来？我们要喊哦，本机，哦，真的，本机，哦，召唤成功了，好强哦！原来没有，原来我喊没有用，要团团喊才有用。有哦，啊有啊，有进来啊，有CP 越来越复杂了，错综复杂，错综复杂，怎么讲啊？那哈团，你现在用什么团机？这是什么鬼？团机，团机。来、啊，我们今天十一个人大逃脱、哎。首先，我们就先来感染模式。好，经典的感染模式，杀手会慢慢的感染大家哦。好，看看哦，哎，哪一个比较好？会复活在旁边？第二个，嗯、第二个。本季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地图啊？就是，现在吗？还没玩过的，比较。每晚都几玩过啊，简单的都玩过了。对啊，欸、这个好像没玩过。没玩过啊，这也玩过。汤沼泽。静思孤鱼。那有没有什么没玩过还可以玩的？对，感染模式的话会有点困难的地图倒是有啊，没玩过的。哦。哦。好吧，那我们静思图之前有过的。好好，可以哦。这个两个杀手应该 OK 吧？感染的话，杀手可以较小啊。好，反正杀手会越来越多。团团跟反星，哇，黑白配来啦！真的是黑白。大家赶快选好你们的职业。大哥好，先为你介绍，这个可以选择那个跑者。跑完，对，或者是跑者，还有一个跑者，还有跑者。哎呦，本集选别的哦，武器，还有狙击手被打会加速，没有，我们还是选择跑者。都选择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哇，一对二，那就让我们走起，感染杀手。欸、这张图、哦、是啊，该不会是那个吧？看到一片海，哎呦！偷看一下，他这个什么时候改啊？哦，这个我没印象玩过、欸，没印象、欸。这个不是曾经的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啥、啊？我怎么看不太懂？打到了，打到摸到了，哎、欸，我来中间杀手，杀手怎么在那里？我跪了，走到中间了、啊，对啊，杀手在中间、欸。他为什么在中间啊？太可怕了吧！这真的好好特别哦，好玩哦，好玩哦，杀手地图巨魔德的那个，这个是死亡跑酷啊！啊，我们要怎么出去？哦，怎么出去？点这个开门啊！哦，啊，死亡跑酷啊！哦，你还敢摸我？过来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老大大，过来，老大大，过来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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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杨小心，杨小心！哦，厉害！记得有药水，上有药水可以喝。啊，他会丢东西。对。啊，我们这是杀手，杀手门，这个是杀手门吧？不能碰水，是不是？破掉，应该是不会怎样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冷机我们怎么出去啊？哎，为什么？哎，拉回来了！哎，你们碰到水了吧？可是我碰到水，不是没事啊。本机我们要怎么离开这里啊？不能碰到，不能碰到，不能碰到油的那个门哦。哦，对，那真的是那个门，真的那个门哦。能不碰到就不碰到，就像死亡跑酷一样。啊，我们也是吗？如此。我们可以踩，我们可以踩，我们可以踩。你们不能，你们不能，你们不能，可以耶！可以，我不一样。去特别加速，真的。啊、对。好难。快哎呀！不要！不要！哎，你看我还帮你啊，雨月。没事哦，我对你那么好。啊！我帮你，我帮你下去，我帮你下去。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啊。前面上来啊，没事哦。在香菇上。哦，这里啊。你们下来可以直接走到最前面。耶！我 boss 了。加入，打这里啊！加入。啊！这里。加入，加入，加入。不是，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啊。哎呀！不行啊，不行啊！我打不就炸了，内区可以跳进来。哇，这是要干嘛？这怎么上去？跳上去，这个上面，这个跳上面，直接这里吗？哦，哎，那个跳下面可以跳水，跳海哦，跳海上，好，这里就是跳海可以回来了，这里跳海可以回来，跳海可以回来啊，这里可以过来哦。哦，我刚被打到下面去了，我是用传送。走旁边，那旁边看起来就像陪你走。来，哎，那有听到？还想直接走啊？来，有听到？有必要？注意，干掉！往哪边啊？等！哎呀！大蓝，哎呀！对。你要加去就好，加入了是不是？第四，对，我也加入了。你们不要掉到洞里啊！小雨一起来啦，来普累啦，来普累啦，普累，哎，有普累啦。你要想着代表你比较苗条，没事。哎呦，掉到我都死了。好难走，蹲走就一定会 OK。啊，那个。哎，我是自己摔死的，听起来特别哀伤。哦，所以这是记录点的意思哦，钉砖是记录点哦。嗯、啊，对，难怪我刚开始回到前面没踩到，就是要踩钉砖。啊、好，不要，不要踩，不要让我踩一下啦！哎呦，不要踩，踩一下要付钱，要付费，你没有付费。不要，你来踩啊！踩到了。你来，我给你钱啊！你来，我要钱。来对，75秒过后结束。那我们要怎么获胜？啊，我要加入了。要走哪？我是说，在这样简定的。好，来，我要有志气，哎呀，
不要，加勒，不要，加勒，不要，等一下，你叫替身不帅，要替身呀！哎呀，上面有锁住，上面有锁住，上面有锁住！呀！啊！隐喻距离射击啊！加入啊！上面很危险呐！洋洋，加入啊！洋洋，安忍，安忍，我们要在最上面。啊！我们墙是空的哦。你要有。好王者待在那里就会获胜了。上面现在没人了、啊，快没人了、啊。我们打出来没人，上了没人啦，没人了。没人要重新。雨月怎么在那里？好，雨月怎么在那么远的地方啊？雨月超远的、啊，我觉得那边好可怕、啊。好一把，我们都在远方了、啊。哎呀！来。这是不是杀手组？鬼组啊！想说打不赢就加入嘛，对不对？加入的，好可怕！那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比较简单的地图呢？人图啊，这个人图啊，天堂之路，天堂啊，这个适合感染杀手。可以啊，可以，好，可以，那就大家一起来天堂的，准备一起上天堂。哎呦，洋洋跟雨月，是跑子，跑子。雨月刚刚超远距离狙啊，我在躲在后面拖拖来就好了，这边很可怕。有没有跑步跑到什么？哦，只会跑步跑到点选择就会介绍了，还会跟你讲是什么？被摔死，对话框会有。恐怖死了！恐怖死了！看一下，好酷死了！好酷死了！好酷死了！怕爆！怕爆！怕爆！好跑酷哦！选择的是好，一刻大一起上天堂吧！耶！走起！哎呀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好看不到。哎呦！那这个到底什么时候改这个？哇！哇！看起来不妙。改那边，我要给读取时间啊！哇！这个真的是，哎，我们全部都是彼此的画面啊！这摔了就没那个。还有还有，摔摔扣三颗星而已。我快摔死了，我要走错了，是不是？不要走错，走错。哎，打不赢就加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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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边一群人在加入啊！我满头大问号，打不赢就加入啊！你们上得来吗？没得加入啦，直接死掉了啦！你们直接死哦！你有直接加入他们啦？我会复活。那上个几秒级了。要强洗脑的，那基本上就我们，那我们慢慢出发，说不定反而会获胜。什么？这里被屏障挡住？怎么？啊，那边要上去吗？什么？我在那里。啊，我那个滚下来了，这过不去了。还到下面？哦，要打。哎，啊，来。等下是我刚刚点对吗？这是什么？嗨，不要。哈基回去了，哈基回去了。哦，真的是跑不掉。讲个例，讲个例，讲个例。我讲一个，讲个例。不是这里哦，有冲上来，有冲上来。后面，有巧克力。我看到了，嗨，巧克力。啊，是不是？我在你旁边呢。我要出征这个速度速度，哎，我不是，我到哪里了？神殿的哪里？你头很大啊！哎，很过分哎！谢谢。他们人呢？他们人呢？超过分的，我的天！巧克力，按那个出征，按那个出征。小兵来了。出征。哎呀！哦，继续往前。出征。走了。阿基，你可以点开反省机会啦。不要，这一定是有问题。没有问题啦。
哈基，你刚不是跟我一起在那里，你怎么先走了？当然哦，你那边一堆鬼，吓死！我这边可以到外面，可是好像没有比较快。嗯，嗯哎呦喂啊！哦，跳！哦，我真的是没有那个跳跃提升，你没有什么？他有个冲刺跟跳跃提升。你有问题跟我们说啊，我们帮忙啊。是我不，我想要蓝蓝的。我不是你的机会是干嘛？可以点点看，一点看，一点看。为什么你可以跳这么高、哦？这里然后呢？因为我身轻如燕啊，我跟你不一样。哎呦，什么？哦，这个真的是跑酷地图哎、欸，跑酷的技术、欸。对啊。啊，左边跟右边是怎样？你有没有粘在我身上？也太久了吧！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没有人站在前面的？啊，反省的机会是什么？点点看、啊，你按哪？点一下，不用按，不用按，不用按，简直接简单明了。好粘，粘粘粘，漂浮也太久了。这什么？粘粘的。哦，这是哪里？哇！也有，你看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继续找，继续找。啊！游进去，要游进去。啊啊！喂，真会死啦！走喽！哎呦喂呀！我有游泳的障碍。哎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出来了。然后呢？哎呦哎呦，上面吗？哎，你都是白痴哦，这东西烂透了。不陷阱门吗？我这黎叔上去上去上去，继续跳。不是，哎，你怎么进下去？进下去了。嗯，哇，这个也太麻烦了吧！哎呀，快下去！我的屁股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怎么这张是人图啊？我的天！不是，这张是小刚看不到啊。要怎么游泳？这里是中间的啊！来，你要下下下下下下。小雨啊，腾腾，这个好难。看，可以干嘛？哎，怎么样？我跳不起。为什么游不起来？啊！打不赢就加入啊，小雨。这有缓冲，小雨跟我们一起追前面的人吧。哎，先过去，你先过去。哎，哎呦，哎，嗨，巧克力，哎，砍一下，砍一下，加个十大地，手机很好。哎，怎么回来了？哦，这一下就爆炸。哎呦喂呀，哎，他卡了一下。你不要从那边走过来，你要从那边走过来啊！你要走过来。可是我卡住了，我有楼梯，不要回去，不要回去，不要楼梯。哦，回去楼梯。哎，卡了一下。会鬼卡！哎呀，你要直走，也太严重了，这个太难了，哎，这个这个有点烂透了，我直接穿越你啊！你先走，你先这样，你先这样。哟，你们后面的可以用传送，有机会传到我们前面，就真的是蛮好受的。要跳什么颜色？红色，哎，跳的地方。哎，你没跳到就过喽。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我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好酷啊！好酷，有问题吗？啊，我就来了，三朵可以直接过。我要死了！直接跳过去就好了。后面，后面有一个，不行啊！哎，杀手，杀手，杀手没事啊，可以。杀手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哎，我来了 ！Kiss 了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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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ss 了。等一下，你看我刚刚在切换有两个字，好笑。楼梯跑哪里啊？在哪里？怎么还在后面呢？好远呢！我在往哪走？往前面吗？是哪里？哎，这还很后面啊 ！biu biu， 你在干嘛啦？我是被船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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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了！好那个那个被船翻了啊！哎呀！跑，楼梯跑酷，找不到路要往哪里？这路是哪？我已经跑到很前面抓到他们了，有我打他，小鬼。真的是人图 Max， 我的天！大迷路，这是哪里？我是谁？这个也只能说这是跑酷地图，对，这是跑酷地图。然后跑酷越感的人越有瘾啊！而且一开始超级挤，直接被挤下去，爆炸 ！Q 对你最好的巧克力，你走开！那我们接下来。哦，那是鬼杀，鬼杀。那我们还有哪一个适合我们的这个啊？真人图，这又是真人图吗？这个真人图吗？这是很人图。我们不要太跑酷了，这个不要啦。这个也很跑酷啊，假人图我不要啦，不要啦，好累、哦。看到作者名字我就觉得很跑酷了。你说那个 C 开头的那个吗？
太烫。好，好，哇，这好多哦。都是你呀、啊！啊！这么好玩吗？怎么都是你？我要玩，我要玩。哈，那我们有一个很适合，但是可能要用一般的模式。一般的模式怎么按呢、啊？哦，就关闭吗？哦，就关闭也 OK 了。一般的杀手模式哦。好，总是要过。嗨嗨，会有内鬼，你忘了？对啊，我们选没有，所以他要直接把他变杀手。你是这个也可以玩感染模式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没办法选。我们选不了，把我出去。你们可以选这样，可以啊。他们发现他们在里面啊，你看，他们在里面。我过来，被吃掉了，被吃掉了。开书本也可以选职业啊，对，开书本可以啊，好屌啊。想选什么机关选啊？这样地图那个鬼还蛮厉害的哦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样真的跑者最好，因为还有跑者最好有。我想看一下，先了解一下。好了，那跑者好了，好了，跑者好了。最后决定还是跑者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卡卡！抱歉抱歉抱歉，跑者卡了卡卡卡了卡卡卡。我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那就来了哟。欸，鬼会是谁？他就是鬼。哇！阿静总叹了一口气。阿静很开心啊！我要打他一科技，我要一科技。嘎啦嘎啦。我们上面其实没有床哎。我第一次玩这种地图哦。不是说走上面也没有比较快啊？没有啊。那么多脚下面啊！最后有，快一点！哎，赶快，赶快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。哇，你这边好精彩！还敢不好意思啊？低速，低速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要加入，要加入了，加入！完了！低速，你的锻炼，你磨练呢？低速，低速，帮你上了！低速，哎呀！哎，我的好同学，我的好同学，加速会给你更强。加速反而很可怕，加速很难跑。可以大家都进来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加速，哇！不要跳，不要跳，不用跳，不用跳吗？啊！加速！难，没有，你没看到我，哎，我包前面，包水饺，哈基，包水饺。迪叔，你可以的，迪叔。哦，走了。啊！我粘住了，你这里。飘飘，好快啊！我下去了。迪叔，你怎么在那里？我很难过。快上来，快上来！手榴弹，还有手榴弹，都手榴弹啊！后面，里面，手榴弹，太多了！好多，好多颗，它好多颗，太多了，好多颗。它是正常的吗？我的这么多是对的吗？好多颗啊！一秒。这个水是干嘛？它不愧是西瓜王啊！他的那个子弹特别多啊！注意门哦，注意门哦，进来了，注意门，进来了。哎，往前，要打，这个要打。对，我记得这里可以打。是谁在打？我在打一打，可是又打到你的头了。我们黏住了。好像不要在原地。人来了，人来了，我被打到了，黏住了，黏住了，快点往前黏，哎呀，对呀，我这里太难了吧？住了，太难了，迪叔你们饮料喝了，没了，没饮料了，没了，哎呀，有，黏黏的，工作室圆满了，工作室圆满了。我怎么在哪里？哪里啊？没看我，黏住，我一半的都跳了，同学们加油！不要跳，这跳了会更慢。对，这不要跳。
有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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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圆满了，都圆满，都圆满，都圆满。迪叔，你开麦吗？一个跳，可以。哎呀，安安，我们来了。哦，这好帅。你下来救我好不好？呀！哎呀！看爆他们！看爆他们！这是隐形啊，好可怕！这是什么？好帅哦！抱抱。哦，我走开、欸欸！让我挑战一下，我想看好看这个。等一下，是我。但你是坏人啊！哈哈，好玩的说。哎，等我们过了，你就可以好好玩了，你可以玩了很久。嗯，啊，我要在下面等了。哎、欸，进来。哎，迪叔，好同学。这里不用弄。哦，不。这里也不要跳，不要跳。正义的一方，不会烧起来。哎，哦，要跳过去啊！正义的一方，贼是西瓜，贼是西瓜，是西瓜。正义的一方，啦啦啦啦！不要养猪！贼是西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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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是，不会是。大声点，不见欧爷巧克力。欧爷巧克力。哇！二里太，哎，敲不掉。哎，我们没打破啊，可以敲不掉。我敲不掉。哭啊！二零八格。哦，哈基可以敲，哈基可以敲。那个二零啊，那个小雨在后面哦。二零。啊，你打下二零，打下二零。不要给哈基敲，不要打。小雨在起始点啊。没有，怎么可能在起始点？因为我们最后这边有美味的西瓜，大家等到，不要等到，不要等到。因为他在打，他在打。哎，等他。我觉得他是啊，敲，他是故意的。狗逼哦！干嘛？哎，迪叔不要跟他抢，迪叔不要抢，下来。我怎么？嗨，小雨，嗨，你好，嗨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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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你好 ，Hello。呀，他怎么上去？哦，你们上去了，上来啦。小雨，你走在后面啊？没有啊？怎么了吗？你是不喜欢吃西瓜啊？没有。小雨，我花你们过去找你了，小雨。加入西瓜，加入西瓜公会啊！那第二个方子，这是找位置。等一下嘛！不要了！哎呦！哇塞，这张图根本就是西瓜图啊！西瓜王，我们错了，全部沦陷呐，全部成为西瓜子了，瓜冰。那我们接下来玩。背叛，轮流当鬼的那个，好哦，啊，好的，你要商场的吗？太想吃，好玩那个啊，那个太空吗？相位迷城，相位迷城，就那个弹来弹去很高的，我只玩过一次，听起来很难。哦，这个，它就有很多的绿宝石跳跃，可以跳到很高，嗯，好，很嗨的哦。好，哎呀，这个就没有职业，大家都一样，会轮流当鬼哦。嗯，好。最后时间到的时候，记得中间要踩过去才会获胜。好的，好，
好的，好，那就来走起。不得，半途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哦，哎呀，不得，好，不得，有有，正常正常，回来了回来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吃到那个跳跃。下面绿宝石跳跃，下面绿宝石可以跳高高，下面哦，顶住自岩，好，我把史莱姆砖看成绿宝石，怕他没有衰落伤害，所以不用怕。要走哪？我们上去，这么多爪，哦，这有洞，好过分哦，换地方走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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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？安奈西哇，哎呀，哎，怎么是我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不是我，哎呀。你嗨呀！你嗨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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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有点贵呀！哎呀，有点贵了！嗨呀！这种你嗨呀吗？我很嗨呀！你不要！你不要！哎呀！哎呀！好难走哦！哎呀！你不要！你很会啊！啊，对不起，小颗粒，你刚刚没看到，刚刚是我弟。是不是？我跟你弟是好朋友啊。没关系，你找他啦，你找他，我走了。哦，直接跳那边了。自己人，你一定是好人嘛，我就不怕啦。我有点忘记怎么跳上去。好难哦。是的。是的。这还要思考怎么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对对对，然后跳蓝色那里。哎呦！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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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啊。对。跳绿色啊。这里绿色，跳绿色，绿色上面。哎，插手，哎，你说吧，巧克力，怎么了？巧克力，远离我，你不要远离我，那我只好找你的室友了。不要了，快点，进来。阿娘，我有了，哎呦，比较近，哎呦喂，哎呦。不要脸啦！你完蛋，你不要给我跑！你就不要给我跑！你就不要给我跑！我好重！然后我们听，好，听，不要不要，在这个应该很危险。我们不是什么叫我们很危险，好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。你很嚣张嘛？没有了，不是跳那边啦，讲秒怂，假的啦！跳鞋，你觉得20很怪，20很怪。这里很怪啊！我怎么都不哪里怪了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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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才怪啊！我下面好红啊！不要啦！哎呀！这是我的，谁嫁祸给你，然后又砍了你？哎，那是等一下，等一下啦！要吧？不好吧？不好吧？可以啦。好，那个二给你，那好吃好吃，好吃好吃，先不要，好吃好吃，哇，这明明好可怕，好可怕 ，Good friend，Good friend，Good friend， 谁没当过？我本机走开，本机你不要过，你当过啊，所以你安全啊，你不安全啊，你不安全，走开。还好，还好啊！我还掉，我还没当过哦，宝宝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我要跑了。I gonna try， 这也太难跳了吧？对，啊，本机跟白金果然是本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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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机，我就推他就好了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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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啊，你追我的。二零，你就去吧，二零。哎呀，下来了，好啊，这都差不多啦，一轮了。还没啊？还没吗？还没啊？我忘记怎么。韩信宏还没当过，我当过了啦。我刚当了啦。我看到流氓往下跳了，你知道吗？二零，你怪怪的。啊，我当过了。大家都当过，大家都差不多了。大家当过吗？应该一轮，所以又是团团喽。一定啊！不得，好可怕哦！二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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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二零，二零。二零，你已经可以抽到二零。不知道怎么，团团你跟着二零后面跑、啊。没有，不是啦，我走错路了，白痴。二零，
你这样都被对你干嘛？啊，你这边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揍他揍他！哎，等一下，阿雷，阿雷，你揍他，阿雷，差点，可以，快了，你是干嘛？快了，跑啊跑啊！差一点点，哎，没事没事，哎，没事没事，都快死了啦！救世主啊，快补血！二零跟迪叔哦，我要找他们兩個。没有没有没有、啊。二零迪叔，你们两个、欸，你们是好人。这个死了还在讲话、哦。你不要再跑了，你不要再跑了，你不要再跑了，我身边有人。有人对二零，你仇恨好深哦。我要离开这世界。每个人都要打你，但是你好可怕。我要隐居。冷静，你这个话，我要打啊！白星，不是我想打。我想打他，我看到你了。完了，伤你人员，不说你们什么了。他刚刚把我打到残血，害我水都喝光了，你知道吗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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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战停战了，我不打了不打了。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？我看一下。我是在8020，把他杀了，臭20。哈哈哈！仇恨值比较高。二零杀了 BOBO， 我觉得他很棒。换谁了？我换团团了、欸。刚是那个嘛，本机嘛、哎，一直想要杀我。我看到有人在回水哦。团团巧克力了吧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其实人很友善。嗯。对对对。你是友善 A 鬼，是不是要跟着你？对，友善 A 鬼。还有。我把人家打下去，我可以把我打下来。二零你很怕哎、欸，很怕、欸，怕哎、欸！为什么你又来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要那个，你要往外一点，这样子你可以跳上来了。我知道，哎、欸，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跑，可恶！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把二零杀了，把二零杀了。太惨了。哎、欸，这要怎么去？要哎，逃生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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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要怎么去？我这里去不了，我这里去不了。没有，是这里，没有在上面啊，安全啊。是这里吗？我这里去不了。上面还是上面啊？忘记这边吧。上面在上面，在上面啦，在上面啦，在上面。哦，在上面。哪一个啊？怎么去？怎么去？中间那个红色通道哦，就可以过来了。中间那个红色通道，完了，来不及了。完了，不在乎啊，没事，忘记。哦，这通道也太远了。是，还有，哎、欸，还有，为什么？因为都没有人。时候门不会关上。哦。会暂停，会暂停。会再开一次啦。哦。啊、怎么去？我的天哪！啊、怎么去？红色通道九幽两边都可以走过来。好强、哦！我走去啊。哪路是通道？哎、欸，这里黄色，黄色，黄色通道左右两边，我一直听到红色，我也是红色，红色，两个人找红色，黄色通道左右两边，可是我刚走上去啊，掉下来了，你要走里面，要走里面，我要走里面，所以是这里，我到了，对对对，那边又别过来了，旁边就要跳到中间那一个，地图霸凌，哎，巧克力，你在哪？你太难跳了吧。从这冲对冲，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那个黄金砖，黄金砖，黄金砖。哦，有哎、欸！踩到，踩到，踩到，踩到了！过过过过过！有了有了。安安，一起过。没得玩的，对不起啦。站着就好。什么时候才会关门？早上的时候才会关。等叛徒结束之后，会过十五秒就会关门。你打我对不对？没有啦，还有十秒，还有一点时间。没有啦，啊，我来不及啦，啊！再聊，他们没有砍，我就知道你想干嘛，我就知道你想干嘛。和平，和平 ，peace，peace， 第一次时间，真的 peace， 真的 peace。有人过不去了，怎么可以让他获胜？哎呀，你指谁？怎么了吗？谁？团团有四个。哦，繁星他打你呢，我只是射一下而已。哦，这个死掉了都怨气很重呢。他是怨灵，他是怨灵，直接莫名其妙死掉。那还有那个、啊，商场是不是还有别的吗？哎，二七二八，商场跟那个太空站，太空站，
太空战舰那个会漂浮那个。哦。那我们商场啊，要赚钱的那个。好啊，再来玩啊。赚钱，再赚钱，赚钱，赚起来啊！大家都知道赚钱都会骗人。哇，负责赚钱。挖木头，挖木头会有钱，然后钱就可以来买东西。好啊，中间很稳，中间很强。好啊，赚钱！我要去买一飞冲天。就一飞冲天好好玩哦。赚钱，赚钱，赚钱！我一起挖，一起挖，一起挖！我靠，有人一开始在商店前面是怎样？有人在商店了解一下，等钱。有人在商店前面等钱。哇，好快！对啊，哇。先了解一下各个商人卖的是什么、啊，四十块钱一杯冲天。这边有两个 H 不在哦，注意。代表我比你好。我在赚钱，不要打我。没有没有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，迪叔你还射？谁射？不是我。我没有打你们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交出包包，交出包包，相信我。包包过去，包包过去，迪叔，迪叔打包我就好，迪叔打包吧。过去，我们要去包包而已。我们打包包而已。我们让，我们让，我们让。我们让，我们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哎哎哎，好了，我们下。闭嘴，闭嘴，闭嘴，闭嘴。是是是。一杯冲天在哪里？一杯冲天在哪？要四十块，要四十块。可以买东西。我八十七块，我八十七块。为什么你八十七块？没有啦，五十块了。骗你啦！乱骗，骗人。骗人呢？啊！杀手砍他了，杀手砍他了。等下，阿纪你干嘛？阿纪没干嘛，没干嘛。你很兴奋，你很兴奋。对，我很兴奋，看着你好兴奋啊。啊？可能会生气。那你远离一下。阿纪，我是努力，我在玩。冬天，冬天，冬天！交出包包，交出包包给你。我来，交出包包，交出包包，冬天，冬天，交出包包，交出包包。哎，我刚刚可以，我刚刚可以呼朋引伴一个包包过来哦，没有。有了。被拉出来，被拉出来。对滴血，对滴血，啊，可惜，半个嘞，一个嘞。我都呼朋引伴了，可恶。等下，我名换 biu biu， 我不。你护朋友们好猛哦、喔！我宝，谢谢我。有两轮哦，我都看见了。哎呀，你说护朋友们怎样？拉最近的吗？在当杀手的时候可以用啊。对啊，当杀手的时候。哦，你这护朋友们那多少钱？二十。没有，我是友军。便宜。我是友军，我拉波波啊。对哦。刚好拉到他。就比较贵。嗯。啊！哎、欸，是我。哎、欸，波波，波波在中间。波波在中间。是啊。哎、欸，原来是我哎、欸。哦。可怕哦！哎，喵喵 ，Hello， 一飞冲天有没有拉到？有拉到我了，有了，没有没有没有有有有拉到拉到拉到！啊，妈妈！喵喵死了，结束了。哎，吓死了，吓死了，吓死了！努力要走了，努力要走了。该闪人了，该闪人了。我唯一一个。你刚刚是怎么打？他是怎么打的？没有，巧克力，巧克力。目标已经死了，目标已经死了，好吗？好吗？目标已经死了。我觉得你现在很火，不晓得在干嘛。嗯，努力买个鞋子，这个是跑鞋，这是跑鞋。好，这是鞋鞋哦。嗯。哦，可是那酒超级。摸一下就坏了。二零再买一杯冲天，二零再买一杯冲天。是谁、啊？这是二零，这是二零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二零找巧克力，原来是我。等下等下，不是我，我找人来给你，我找人来给你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！攻击，替身，替身术，替身术，不要打我！替身术是什么鬼啦？替身术很强啊！有，替身术强到替身术变走开，二零。呀！快死了啦，吓死了！哎，害人啊！网友，商店有没有那个药水可以买？好像好像好像有治疗药水，可以找一下哦。拜拜。我看一下谁拉我。很多人拉你呢。我跟拉伟，我不知道是谁，我就跑走了。没有拉人哦，我是被拉的哦。我被本机拉了两次，音乐拉了一次。本机刚是鬼啊！洋洋跟小雨，小雨钱超多的。
可以自己拉自己的、哦，七个狐朋引伴吗？你好夸张、哦，七个，我的一杯，我刚是努力啊，我一直在赚钱呢、欸，跟我屁事，没有，我在四楼哎，四楼哎，通通交下来，那个奴隶超可怕，认真的奴隶会得到报酬的，太方便了，哦，有人还在帮忙赚钱呢，真棒，怀疑。是在哪里买的、啊？这里，这里有这里，在旁边那个商人，中间那个黄色，黄色，黄色，是谁呢？换的位置哎、欸，这好强啊、喔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在飞？我看一下旁边啊。哦，哎呀呀呀！我说，原来是死人哦、喔！换叫人，哇，我死了！等一下，我换叫人。看一下，哎、我这边换换位置。有人来吗？我们派对啊！哎、欸、没，哦呦呦呦，哎，他来了！哎呀，不行了！我一直拉到你啦，想让你走的。我的镜头啊，就卡到了，没了啦！我只想要拉转转来替身攻击。没有，刚刚确实是我被拉过去，但是我换那个调换，我就掉到哈记了。掉到哈记了。你去疯狂掉啊！更危险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吧？好恐怖，好恐怖死了！本季，说好的和平努力呢？有啊，我是和平，没有啦。你的一个币，你差最多的，我哪有？干嘛啦？哪有？我哪有？哪有？来喽！哎呦！可恶的人来喽！要啊！我的妈！为什么挣不到？繁星，快跑！繁星！耶！繁星！快跑！小雨，是努力了，是努力了，是努力了。砍了他，他最坏了，他最坏了！不要打努力啊！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！不要打！啊！来不及！来不及！完蛋了！对，啊，你来讲了，小雨拉过去是不是？小雨你很坏，对，拜拜。好可恶啊！拉不进来，我想说把人拉过来陪我。我想要拉人过来陪我。对，最后如果过不了，没有直接把人拉过来，跟我一起不要过关吧。哇！好可怕！留在这，熊爸爸。本期这关有办法玩那个吗？间谍吗？间谍吗？我觉得可以啊。间谍，大家可以投票。嗯，间谍可以这样子变成晚，对，晚上然后去刀人。所以奴隶区有没有一个晚上，说不定间谍就可以在那里刀很多人。假奴隶呀，那其实是间谍啊。哪有，我很努力赚钱的，我前三天都一直挖，一直挖，一直挖。哎，他就是赚大钱，然后有钱之后就可以把他的一个干大事，干大事，有钱干大事业啊，好可怕！而且所有坏人过来看到我在挖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哎，对，大家记得脱帽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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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帽子？对，外观，外观的那个帽子。为什么？因为等下会隐形，你发光容易发现。帽子太容易被大家都要秃了。是显示那里吗？还是？对对对对对，二零的眼睛好大 ，K 呢？我找一下。选项外观自定义，然后帽子。哦、帽子。选项。自崩。哪里、啊？嗯？哦，看到了。哇！很帅对不对？超帅的。好了，好了。嗯，怎么？哎呦，你怎么穿衣服？你把我的衣服都脱了。哇哦！被我抢走了。啊？然后我，然后我单票挂 B O B O， 我明就没拿，在那边听哦。来喽，要记得哦，手上不要拿到铲子或者是凋零花，那就代表一定是杀手。OK， 不要把我穿得很奇怪。走，你们努力啊！我要去赚钱，我要当奴隶。哎呦，哪有？奴隶是谁啊？是奴隶。走了，赚钱喽！哪
拿武器就可以吗？四百秒后就可以逃脱了。这可以。哇，钱钱，我可以。钱钱，大家都哦，干嘛干嘛干嘛？打到人了。对，现在就可以打人了。不要。哇，这个钱赚的速度爽啊！好爽哦。对啊，因为大家都会赚钱。强制暗夜。我刚去买的时候，两组半的钱。我刚还是没有听太懂，可以再不止我，不止我，不止我，明天就是你，不止我，不止我，你有没有开始乱打人了？狼人杀啦！解释啊，我听你解释啊，就是狼人狼人杀哦，有没有怪怪的？赚钱，努力赚钱。我们努力赚钱，给他们两个花，有没有？我决定要先去买东西，避免万一。我也要去买东西。我要去买东西。拜拜。换位，换位，我觉得换位很强。我要研究一下。买换位以示自己的清白，有没有？就每个人买一杯冲天。还有那个哎，回血。这个是啥？哇，你这样跟你讲不要啊，那空中他就更好刀你。你可以当天使哎。你每次当天使就没有拿，我每次当天使我就死了。你都不知道在干嘛？回复药水。我被巧克力打了，我快死了！哇！哎呀，晚上来，晚上。哎，我们这边有商店这边出一个叛徒。晚上你们那边小心，我在偷偷。是不是听到有人？可能是不是你？我听到有人大叫啊！你刚来的谁？你为什么过来？有人拉一杯通天。有人拉一个，有人拉一个，有人拉一个。哎，拉屁啊，拉屁啊！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拉到你。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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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嗯，没有，我跟你换位置。为什么有人跟我换位置？坏人，好可怕！我不想认识。泱泱泱泱泱泱。我泱泱拿铲子，为什么？泱泱拿铲子，他想拉我，他可能没打到我。想拉你，拉你，你都没有买技能呢。不是你，巧克力也是，巧克力也是，巧克力不是，巧克力不是，有没有怪怪的而已。巧克力没有啊，巧克力没有，巧克力觉得。如果是巧克力的话，刚刚把我传过去，我就成血嘞。对啊。那個、看不到你的血，你没有办法作证。看不到什么？看不到 BOB 的血啊，他没办法作证。血啊、哦，对，没有血条。还是第二场，啊、还是把 BOB 打死，然后飘掉，飘掉泱泱打死他，飘掉泱泱啊！啊来不及了、啊，来不及了。啊、你明明还有血，他喝刚喝水了。看床上随机，好可怕。逃生者互相传送。喂，小雨这场安静。BOB跟泱泱出现必有一狼，对，这场安静。好，那我再去挖钱。就是这样吗？我只知道刚刚各种疯狂的乱转，超可怕。嗯，那你是不是传躲起来？会要躲起来。我觉得这个躲起来还是会被传出来啦。对，还是好像没有意义。哎，通常你一传就会传到最混乱的地方。刚刚这个杀手就要多晚上，因为赶快去把那个拿钱的人、啊、拿奴隶的人砍一砍。嗯、拿奴隶？奴隶啊，因为不然大家赚钱可能更好控制东西。嗯。哇，技能满满，好开心。我知道，我要不行，我不行。你们要去哪边？你们要去哪边？你们要干嘛？你们要干嘛？传秘密。晚上，晚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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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了。然后就等下我上去。杀手应该买一堆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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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我在这里。哎，好笑啊！你后面有人来，你后面有来，那个是巧克力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我。还想换我哈，本机。哎呀。可是那个其实，如果有人换过，还是有可能被换掉。没有，只是好玩而已。好玩而已。哇！等一下哦，好像真的是泱泱哦。嗯，泱泱，我刚刚被传过来的。嗯，真的。喵喵啊！那就投泱泱。因为下面刚刚有发生凶杀案呢。我刚刚在上面，然后而且我还记得 BOBO 临死前说泱。可他看不到吧？看不到什么？他上一天，他上一天怀疑你，然后他就死了。对啊，他怀疑你的衣服裤子也要取消掉，他可能是透过这个知道是你的。嗯，还有，因为你如果有画外层的话，会很容易看得出来。对，你好花哦！哎，你的裤子跟鞋，你的裤子跟鞋子也要用呢？什么裤子？我没事啊，我大好人哦，就是一样关那个外层外观啊，会有些轮廓，可能还有一个
啊，你说啊，隐形的那个轮廓，对，因为隐形会，你有画外层，外层会显现。刚刚死这么多人，我觉得应该两个都在做事。我觉得是巧克力耶，他一直带风向。哎、欸，刚刚死那么多人，我跟你还有那个哎、欸。团团都在上面，天不杀，对不对？然后下面那个人疯狂杀，你说跟你一样是不是？天才跳出来，我杀人，然后就炖那个地洞，然后上来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人家杀得到你没杀，对不对？有可能啊。哎呀，上次巧克力当杀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口气，我觉得怪怪的，怪怪的。哎，巧克力去追你那么近，我应该可以呼朋引伴来啊。那呼朋引伴不一定找到他。第一只狼你过来哦我们互相呼呼啊啪啪好、嗯、是吗你们还是两个狼互咬两个狼完了反正刚果断跳泱泱啊、嗯、我吓死了刚本机子害我去挨两下刀哎、欸，我跟他互传哎、欸。传过去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们是不是又在单人做任务了？啊，对啊，我在单人做任务，他一直在帮我们赚钱，很危险。他在赚钱。我在单人做很多任务，他单人做任务，然后都没有被刀走，太可疑了。你看上面的进度条，对，我进度条越来越那个。上面的进度条，杀手看到他直接砍了就走了。哎干嘛干嘛？你不要哦，是谁？我帮你找一个人来，我帮你找一个人。你的传讯怎么回事？我不会传讯的。两秒之机，传的啦，到底在干嘛？我想想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怎样？鬼啦，白痴！你们在乱吗？好混乱哦，等一下啦！怎样啦？我换位，上面你，繁星啊，繁星吧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刚刚也被换过了。我刚刚在这里，这里有一个狼在那边。对啊，我是半颗星啊，白痴哦！我是最后一秒被传上来。你们这样，我们就会很多听到什么恐怖的。这个晚上刷恐怖的，传来传去。哎，他是不是也可以传到狼啊？哎呀，不知道，应该是。哎呀，哇，我的瓶喝到剩一瓶啊，白痴哦！你可以下去买啊，下面可以买。对啊，那个旁边有可以那个。我要买，我要买换位。你可以用影月帮忙赚的钱。我要再去买换位了，真的。换位，我要换位，换位太强了。鬼也可以，换位拿来保命很强。互换隐患比较便宜，哎，就可以找替死鬼。对啊，没有，可是替死鬼你有可能拉到狼啊。没有被狼拉过去啊，我刚刚好像就是被狼拉过去，好可怕。然后我再找一个替死鬼，所以你们这边人超多。哎，干嘛啦，白痴？中间啦，白痴！中间啦，中间啦，中间啦，中间来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来来，一起来。哈基快拉，哈基可以拉，拉拉拉拉拉。拉出去了，拉！又出去！哦呦，被拉出去了！真的啦！哦呦！我把小雨拉过来了，好猛啊！我被拉走了，好猛！因为我过不去，我就拉人。气死了！可以拉走，生气耶！我们拉出去又拉进来，然后又拉出去又拉进来。但是我刚刚还以为小李真的是好人呢。我是啊，不是好人啊！我晚上都怕大家都待在外面。哎，三次晚上都是我一直在砍人啊，我一直狂砍。好可怕！哇塞！啊，波波，你怎么知道是羊羊？狂拉狂丢啊！真好笑。没有，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啊，就是跟着一直跟着他屁股后面，我被拉过去，然后他没打到我，就一直跟着他屁股后面啊。好香啊！哎，玩这个好刺激啊！快结束之前，爽哎！我们再一次啊，最后一场。最后那个太闹了。还好，最后我有买两个拉人。我都说他了。直接把他拉过来。哎呀，不要，够了够了！哎，你胜利了。啊！你同一场哎，同样哎，刚刚不知道怎样。刚刚我知道我一直被没有没有重新选，要先选杀手。哦，选一下选。啊，本你可以用，这样 OK 了吗？选什么？可以了。不用选了，不用选了。挑木头。没事没事。好，我要抢。赚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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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努力都是最可疑的。对啊，说你不讲话就想杀人。两场那个努力有没有赚大钱，然后结果都是坏人。我帮你。
我第一天还直接从那个道具栏，从那个我的花，然后到铲子全部都划一遍到最前面，还好没有人看到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想说，哦、我要怎么划过去？我还没有意识过来。我想说，嗯，刚刚小慧说不要漏铲子跟凋零，哎，我怎么有这两样东西？怎么都有？吓死！直接漏一遍，真的，直接一轮过去这样。大家眼睛里面都只有木头，还好还好。大家都会努力的挖，就只有我在那边打 biu biu 啊。哎呦，我大家都真的在赚钱哦，很认真啊。哎、欸，就巧克力没有？他没有，他刚刚先去买东西啊，去买东西啊，哇，买东西、欸。我觉得买东西反而验明自己的清白、欸。你看这么多人间谍直接砍就好了，怕怕。我是觉得等下商店那边就会砍起来了，然后商店一定很危险。反正我已经买过了，我先走了。我先抓个秒数。好了。最高最高楼是我，我先报、啊，等下把你拉下来就是我最高了。哇，谁买那么久啊？谁、欸、买那么久啦？哎、欸啊欸，对，间谍可以，你看，间谍是不是趁机啦？哦，包包是包包没回手。哦，不是啊，拿错只了，我要这个。好了，彪彪刚买超久，包包你刚没回手。我因为我在买啊，为什么就你买最久？还行，还行，很可以。我差一块，可以再敲一下吗？有，你再敲一块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要再解任务，我要再解任务。解电线，接电线。哦，挖木德三元箱。哦，难怪刚刚又加两块。刚刚加两块。所以刚刚就疯狂赚，就是因为他一直在挖。就是你只要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一直不做事。你在看监视器？你又去看监视器啦？只是想说，怎么大家那么多拉的？对啊，拉的赚钱，你看赚钱了。原来我就是输在这一招啊！对耶，等一下啦，哎、欸，我们一直忘记做一件事情呢。什么？对，那个按钮没按，我们的按钮没按啊。中间那么久，哎呀，没有人记得啊。那个按钮是本集负责的，所以本集先打壳。哦。没有，你想，现在才刚开场，有获得几块钱那样子。开场送多少钱这样？哎、欸，对，到那个问一下道具堆叠，你 Q 出去一样一次耗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它不会全耗掉嘛？对对对，它只是耗 Q 出去的。可以叠哦 ，Q 一个 ，Q 就全部一起，这样可以叠在一起。那不就咻咻咻咻咻？那我要咻咻咻咻。一次有好几个人陪伴你。哎，要晚上喽，要晚上喽，要晚上了，走喽。你听我的，我在后面。晚上，晚上，晚上，你的空手。我身上有个箭矢啊，为什么？觉得害怕？箭矢在你们那里，你们那边很多人的地方。这是谁？哎呦，这是谁？哎，我被穿上面，上面，上面，走上去了，在二楼，在二楼。蜘蛛网是谁？蜘蛛网这是谁？蜘蛛网是谁？好可怕！哎，不要穿了！我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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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啦。红色这边是什么？红色这边是谁？我吧，我跟洋洋吧。在二楼，在二楼，跳下来，跳下来。看到了，水池边，水池边，水池边，拿斧头，拿斧头。水池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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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有一票了，一票了，一票了，阿雷，阿雷，我到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赚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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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们两个，四票，四票，四票，与世无争呢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在花赚钱呐，钱这么重要，不同，我晚上赚死，阿雷。那你最后还穿到那个脚脚，所以位置太好辨别了。没有，他是下来的时候刚好看到斧头，然后在那边有粒子效果看到了。我在那边也一直看着他。最后如果你一个换位走，应该就更难了。对啊，最后的时候。欸、对耶，可以拿锄头，然后最后一秒的时候换走。嗯，哎呦，哇，拿锄头。欧宝，你换太久了。有你，你怎么不去福特家做件换？会不会是迪叔啊？迪叔啊？为什么？迪叔拿铲子，我看到了。他刚拿铲子，铲子后面。你想干嘛？又是我是不是？迪叔，我打死你！
被换走了，二楼吧，二楼，我们在角落，我们在角落，把他拉过来，还要往二楼，还要往二楼，不要拉我好晕，我好晕，不要再拉我好晕，他在二楼，他在二楼，你是在哪？他往三楼了，他到三楼了。可是他耶，现在也没办法那个啊。我们在走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旁边走啊走啊！我拿棒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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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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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死就是我。在那边那边那边。你说迪叔，你可以变晚上，你可以 Q 花就可以变晚上。幺零花幺零花幺零花。真的。迪叔在商人这边，商人这边，商人这边打。哎我要寻人广播，影月在哪里？请问一下，你的意思阿国他是坏人？假货！寻人广播，啊，我就广播我自己啦！广播自己啦！坏人，不要再是我的坐椅子下面的，不要再不要拖拖啊！各种互换位啊，在干嘛啦？你说一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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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打到了，我打到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我要去面壁了，我要去面壁了，我。哎呀，你说怎么跟皮皮换位了？打不爆了，打到皮皮了，哎。那我砍一下啦，小平头，哇！打人打人打人，迪叔打人打人打人，打人打人这是哪里的？打人打人，这里是哪里？等一下，哎呦！你是换把队友拉过来的那个，然后狂用。对，我拉过来，然后我在木头那边挖了两个洞，那样子，然后27个同时全部按下去。哎呦！太闹了！你怎么在我后被拿残？太闹了！迪叔，迪叔是不是你？没有啊，不是啊，是我、啊。我一个紧张，刚买完东西走出去，然后手上换成换那个残障。哇，你也是好眼力耶！我的天、啊，一个我站在那边呢、啊，我站在一个角落，想我喝水休息一下好了。迪叔啊，迪叔，这个商场看来，如果玩间谍模式，那间谍可以多一点。嗯，那应该就更好笑。下次可以再玩。休息啦。笑得好累哦。你知道刚刚那个地图，如果我是狼人，然后我挖了那个洞，这样子把大家困在里面，我就狂拉，我就可以狂打。对耶。你就是所以你好要买那种飞天的逃走。嗯，啊，交换再被拉回来，你各种道具都要有，累死，结束了，休息了，休息，换游戏，换游戏，好啦，先把这个换回来，像外观，好啦，感谢今晚收看，今晚真的很霸气耶，哇！那这个游戏怎么讲？只有跑酷真的不太行而已。不是，跑酷真的很奇怪啊！好啦，就这样啦，不知道讲什么。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那明天阿米狗应该是玩那个很像 Gambi 的那个啦，我再问问看他们要不要玩。玩那个真的蛮可爱的，有兴趣可以去找那个什么 Party Animal。对，好啦，就这样啦。那个跑酷我超怕你掉下去了，啊，每一定会怕，一定会掉、哦。好啦，这样，晚安，拜拜。